一个人很可怜，自己做什么都不知道。一个人连自己做什么事情都不知道，你做得好做得坏，你这种人不要出事的。人要负责任的，讲出来的话，做出来的行为，你都要给自己思维，全部都要负责的。真的，说出口，人家过去说了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啊，不是这么容易的。讲出话，出门不认货啊，人家说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啊，收都收不回来的，除了后悔还是后悔啊。所以人生不要随便讲话，不要随便做错事情。你既然要知道以后会受报，你为什么要做啊？很多人做事情的时候根本不当回事的，做完了再后怕，烂不烂的？你告诉我，这么烂的烂人的，真的是自己要面子的时候根本不顾自己的形象的。